这是通往宫外的通道，我送你至宫外。等等，不对，王军，你细想，为何这次敌军会入侵的这么顺利？种种迹象表明，我们王宫内部有奸细。可我觉得，事情好像并没有那么简单。之前的楚婉，加上现在的暴乱，可能一切都是崇安国的安排，为的是盗取灵璧石。 杨顺，在，立刻去找叶将军，调2000精兵速取王陵，不得探战。是，你们跟上。 你去哪儿？东华帝君。 你竟然也来了！这王宫都快没了，人都快死光了，你还是不肯放过这灵璧石啊！是你勾结敌军，现在还想偷灵璧石吗？不，你要的不只是灵璧石，你要的是这王座。对。 你说的没错，今天我就要定了。这成玉国本来就是我的，这灵璧石也是我的，何来偷之说呀？要说偷，应该是你吧，宋玄仁。你说什么？在这王宫之中，我为长兄，你为幼弟，你的母亲死了，我的母亲便成为了你的母后。 他从小处处偏袒着你，甚至忘了。
我才是他的亲生儿子，凭什么你一出生就被立为太子？凭什么父王母后都处处偏袒于你？我做了那么多事情，那么努力，他们都看不见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只是个失败的大王子。而你，宋玄仁，你出生时天生异象，自生母王，你的出生才会给成虞国带来不祥。带来不祥？你勾结崇安国，让王城毁于一旦，到底是谁给成虞国带来了不祥？